近都市而远喧嚣，居清幽而拥林涛，这一片江声海涨的灵秀，抚一发鼓便是世界的格局。它因海洋而发展，因海洋而成就，千百年来立作江海之门户，成就八方之通达。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核心修船企业，身处世界第一大都市圈，咫尺间触及三大国际机场，多年来与100多个国家、150余家航运公司展开合作，3000余艘船舶修改的佳绩，从吨位到周期，从创收到产值，四项第一，无愧于黄埔军校的美誉，无愧于亚洲最佳修船厂的称号。40年积淀与前行，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日就月江，成就中国修船企业翘楚，跻身世界修船企业前列，誉满全球，汇通天下。公司建有900米深水码头，配备浮吊、拖轮，坐拥南通坞、远通坞以及如皋厂区绵长的优良岸线，拥有半前舶等完善的水陆船舶设施及综合保障能力，形成了四坞五泊位的总体布局，可满足40万吨级靠泊能力，覆盖所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修改需求，为船舶修理和改装业务提供了坚强保障。经过多年的培养，企业成功打造了3支业务精湛、经验丰富的人才团队，分别负责项目管理、技术设计和生产。公司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高达1000余人，可以全方位、高水平地提供设计、管理和施工等全流程服务。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，公司建有国家级海洋工程研发中心，获得专利授权68件，其中发明专利45件，实用新型专利23件，软件著作权1件，地方标准3项。同时，海工研发中心成功获得国家商标注册，并享有新加坡、丹麦、英国等国家的商标保护权。修好一条船，就是一条活广告。公司年修理改装船舶150余艘，精益修船，准时交付，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精品工程。唯具有核心精神与力量的团队才能长久发展。公司秉持着以人为本、关爱职工的企业文化，与所有员工一起风雨兼程、甘苦与共。多年来，公司始终坚信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和避免，坚持追求零缺陷、零伤害、零污染的终极目标，努力营造卓越 HSSE 领导力和人人安全的文化氛围。公司被授予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和绿色环保企业等荣誉，真正让所有的员工、分包商和供应商感受到踏实与放心。
绿色是生机，是健康，是希望。为确保员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公司打造了占地超过30%的绿化覆盖区，满目清新的格调获得了花园式工厂的美誉。同时，公司致力于绿色修船，在完成客户需求的前提下，注意不对环境造成伤害。公司倡导诚信文化，注重人文精神，严守契约原则，多年来从未发生脱漆现象。公司坚持社会责任，爱心奉献社会，尊崇快乐工作，享受健康生活，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。海阔天高任驰骋，大浪淘沙诗鉴经。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秉承诚信为本、顾客至尊的经营理念，不断提高设施能力、技术水平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准，向着创世界一流修船企业的目标砥砺前行，阔步迈进。 Very good. Πολύ καλή. Very good. 大変良い、είναι καλύτερη. Very good. Very good. Sehr good. Very good.